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众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366页啊，366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两个字看起啊，有真解引刘耀月，真解是日本净宗的祖师所做的《无量寿经》注解，这里面有引用六要，六要就是教、行、信、正，六要抄绘本啊，也是日本大师所做的啊，解释这个啊，教行信正的一部重要的注解，这里面说真舍利者，知此名号，即是佛智。这一句话呢非常重要。真实的利益是什么？就是这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啊，就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智慧。那佛这个字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，那么中国有这个字佛字，没有这个人字边，中国古时候有这个佛，佛是否定词，啊，那么用这个字来翻这个人名，所以加了一个人字，这是翻译佛经新造的字啊，翻佛经造了不少新的字啊，这个佛字是属于其中的一个啊，这个佛是人，是佛教专用的一个名词啊，这是人啊，所以佛不是神，不是仙啊，他是人。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有道德的人，有爱心的人。啊，爱心就是慈悲。啊，所以在佛经里面称他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行。啊，圆满的慈悲，我们称他作佛。佛这个字跟中国圣人，圣这个字的意思非常接近。啊，那么圣跟佛这两个字的解释都是有德行有智慧的人。啊，不过佛这个字特别强调这个人的智慧是圆满的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圣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圣人还很谦虚。啊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啊，所以他有种谦虚，不敢称一切智。佛是真正的一切智。啊，而且佛告诉我们，这真正的一切智，这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德行，是每个人都有的。啊，不是他专有的。啊，这就很了不起了。那么这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不是学来的，是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。啊，所以可以讲，这佛经上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没有一个不是。啊，那么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，是上帝的智慧。啊，人人都有。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呢？是因为你有烦恼，你有障碍，把它障住了，不是没有。只要把障碍除掉，把障碍放下，它就能恢复。啊，所以佛，这个佛教里头告诉我们，人的道德，人的慈悲，人的智慧都是平等的，都是究竟圆满的。啊，被烦恼障碍了。烦恼无量无边。啊，佛把它分成三大类。第一大类是无明烦恼。本来你什么都明白，现在什么都不明白了，叫无明。啊，无明烦恼是什么呢？是起心动念。我们把它讲清楚讲白了。啊，譬如眼看外面境界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，这是智慧。虽然很清楚很明白，没有起心动念，那就是你自信见到的，你真的见到了。如果起心动念的，就叫无明烦恼；起心动念的，看不到真相了。啊，你会在那里猜测啊，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？啊，起了分别，起了执着，麻烦就来了。啊，耳听声音。听得清楚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这清楚两个字我们很难懂。啊，为什么很难懂呢？我们心里面的概念只是眼前，
而实际上呢，他看透我了，我们看不透啊。你说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，这是三层楼，下面两层我们看不见的。佛能看见，这个墙壁不能障碍他，他是看是透明的。那边人的活动又看得清清楚楚，楼上楼下人活动也看得很清楚。这个能力我们就没有了，这能力不大。这个能力是罗汉的能力。三大类的烦恼，第一个是无明，第二个是尘沙烦恼。尘沙是比喻，像尘沙那么多。粗细烦恼。第三一类叫见思烦恼。见是你看错了，思是你想错了。你自以为是，自以为非，其实是非通通错了。所以有这三大类，三大类呢，把所有烦恼全部包括了。这三大类的烦恼，我们通通去除。六道凡夫个个都有。那么佛没有这三种烦恼，所以他看东西看得清楚，不但能看现在，他能看过去，他能看未来。他能看现前，他能看他方。今天我们讲宇宙，他能看整个宇宙，我们没办法，我们连个地球都没有看清楚。他能看太阳系，能看银河系，能看无量无边太空。而且都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没看错。他有这种能力，佛告诉我们，这种能力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。只要我们把烦恼去掉，我们眼见色耳闻声，鼻闻香舌尝味，清清楚楚智慧，明明白白，怎么样呢？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。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那个人叫菩萨，比佛差一等。那么第三等人呢？他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叫阿罗汉。第四等人就是我们六道里的人，我们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那就全看错了，全想错了。想错看错，就有染尽。怎么呢？我们的心被污染了。其实真心是永远不会被污染的。我们迷了之后，从真心里面生出一个妄心，佛学的名词叫阿赖耶识。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是假的心，它现在管用。现在什么都是他做主，阿赖耶是生灭性，有生有灭。真心不生不灭，真心永恒不变。佛教叫什么？叫我们用真心，叫我们永远把妄心舍弃掉，不要用它。用它就有六道轮回，不用它，六道轮回没有了。六道轮回是一场梦，不是真的。用真心能见到佛，用真心能见到上帝。
能见到神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是从禅定的功夫，禅定就是放下，啊，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他明白了，啊，这叫开悟了。开悟之后，他就开始教学，啊，他教学在世界几个大宗教的创始人，啊，他算是一个。教学时间最长，他教了49年，30岁开悟，悟后就开始教学，79岁过世，啊，整整教了49年，天天教，没有一天休息，没有在哪一部经上看到释迦牟尼佛今天放假休假一天，没看到，啊，天天教啊。啊，79岁过世。啊，这些弟子们把他所说的用文字记录下来，传到今天，称之为经典。啊，那么他所说的全是用真心所见所闻。啊，他知道的完全是真实的，没有假的。在世给我们说了84000法门，这个84000法门不是数目字，是表法的，代表着无量法门，告诉我们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，每一个法门只要你能够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都能证得无上道，就是圆满智慧、圆满的道德，你都能证得。啊，一定要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就有智慧了。你看问题，你听话，听别人言语，你真正知道他的意思。那所以佛教的教学是开发自信智慧的一种学习，他不从外面学，完全从内心学，他是心外无法，啊，法外无心，在法里面你要见到心，在心里面你要明白法，这个智慧是真的，是圆满的。啊，那么这一部经非常难得，是所有经典里面最重要的一部经。我们遇到了难了，啊，这经讲什么？讲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啊，整个宇宙人生到底是什么？把它讲清楚，讲明白。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讲真实智慧。第三个，讲真实的利益。你看，这三个都是我们迫切想得到的。啊，在这部经中啊，统统去除。啊，所以我学佛63年，我到85岁的时候，
我把所有经教全放下了，不搞了，专搞这一门。今天这一堂课你们听了之后就晓得为什么我把所有东西都放下了啊，来搞这一门。啊，这个刘耀说的好啊，正是立德，真实的利益是什么？只此名号，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六个字通通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，音译的啊，南无。现在我们叫南，东南西北的南，南无有无的无，南无。古音在2000年前汉朝那个时候念这两个字念南无，你看现在念南无，那音不一样了，还得要念古音，那那个味道才能念得出来，啊，不念南无，念南无。南无是什么意思？是恭敬的意思，啊，是礼敬，是皈依皈命的意思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这是佛的名号。啊，佛是一个智慧、道德、慈悲圆满的人。啊，他的名号可以翻成中国字，中国意思。不翻，为什么不翻？尊重他，念他的原来的音。啊，但是再加以解释。啊，阿。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，有无的无。弥陀翻作量，合起来，阿弥陀就是无量的意思。佛是智慧，是觉悟，啊，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对于宇宙万物的真相，你通通明白了，通通清楚了，再没有怀疑了，那就叫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。啊，确确实实他真的了。他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，这个阿弥陀是自性里头本有的。就是每一个人真心就是阿弥陀佛啊，用梵文来说，真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真心，人人都有真心，万物都有真心啊，动物也有，蚊虫蚂蚁也有，植物也有，矿物也有啊，这是个清净平等的真心啊，一切法都从真心里头生出来的，真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，离开本体无有一法可得啊。那么佛教的教学就是从万象，从这个四象上帮助你，教给你如何在现象上去把本体认清楚，认明白了，那就要见性啊。那么佛教的修学就算毕业了，就圆满了啊。到这个地位，那就是说你没有一样不明了，你没有修过，不需要修，无论什么人来问你，你都能给他解答啊，你有慈悲心，
善的你帮助人，恶的你不会告诉人。啊，如果有人来问你，你什么都知道啊，真的啊，我们要造原子弹去杀人，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，你会不会跟他说？不会跟他说。啊，凡是有害众生的时候，他不讲啊，他对你笑笑，啊，绝口不提。利益众生的事情，你向他请教，他会很详细的教给你。这显示出慈悲也，啊，不帮助你走恶，帮助你行善，啊，帮助你断恶行善，帮助你的清净心、的平等心，回归自性，回归自性就成佛。啊，得清净平等心，那就叫菩萨。啊，还没有达到平等，但是清净心得到了，那叫罗汉。啊，所以佛、菩萨、罗汉是佛陀教育的三个学位的名称，诸位就明白了。啊，像现在大学最高的博士学位、硕士学位、学士学位，阿罗汉是学士，菩萨是硕士，佛陀是博士。所以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，这个学位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的。拿到的条件不是说你念多少书、念多少经啊，在行门里用什么方法来修，与这个都不相干。那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就是你放下烦恼，刚才讲的啊，三类烦恼都放下了，最高的修佛陀啊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不起心、不动念，无明烦恼放下了；不分别、尘沙烦恼放下了；不执着、见思烦恼放下了。放下就成了。啊，我们开始学习的时候，一定是从浅到深。啊，最初是放下见思烦恼，再进一步放下尘沙烦恼，最后放下无明烦恼。啊，我们要把佛教的本质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那宇宙从哪里来的？啊，这个地方要说起来的是，每一个宗教里面讲的神圣、讲的造物主是什么？就是自己的真心。啊，大乘佛法讲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谁的心想？自己。你自己的心想就是念头，创造物质的宇宙。啊，佛经上这个说法被现代量子力学家，这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，被他们发现了。啊，宇宙之间的奥秘三种。啊，第一种，物质从哪来的？物质是什么？千万年来人都在想啊，没有答案的。啊，念头是什么？念头有这么大的能量，念头能创造物质，那念头是什么？
没人知道。第三个自然现象，从哪来？为什么会有？它有什么作用？啊，那么这三桩事情都是科学家、哲学家他们所探讨最后的问题。啊，那么到最近的三十年，物质这个是秘密被揭穿了，这是宇宙的奥秘被揭穿了。啊，科学家知道物质是什么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那物质在佛经上称为色法，色代表物质，啊，色由心生，相由心生，这个色相都是代表物质的名词，啊，一再说明物质现象是从念头来的，啊，现在被科学家发现，真的是从念头来的，所以最近科学家提出疑心控物，这个说法，啊，这个说法现在还没有被所有科学家承认。啊，我相信再有二三十年，所有科学家统统承认。承认之后，改变我们的想法了，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变化。这个变化是好的，啊，这种变化是代表我们身心健康、幸福长寿。啊，身体是物质现象，谁能控制念头？啊，你有好的念头、善的念头、清净的念头，你会过得很快乐、健康长寿。啊，你永远不会生病。啊，病从哪里来的？不善的念头来的。啊，不善的念头会带给你细胞的病毒，善的念头会把细胞病毒恢复正常。那换一句话说，生病可以不要用医药。啊，这个理论要被科学家承认了，普遍大家都认识了，那么做医生这个行业就没有了，医院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每个人都能运用自己的思想，啊，改造这个带着病毒的细胞，啊，能够叫我们恢复健康、恢复正常。啊，老化不能避免，但是大幅度的减缓了。啊，现在的人五六十岁就老化了，啊，大概可以能提到至少七八十岁还像年轻人一样。啊，思维敏捷，健康长寿，啊，像年轻人一样的体力，他能做得到。
啊，那么在最近，去年南阳来佛寺一个老和尚过世了。这个老和尚112岁，虽然这么高的年龄，他的体力、他的精神大概跟40-50岁人一样。啊，112岁，自己生活自己照顾，不需要人照顾。啊，他还照顾别人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的心单纯。他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他心上没事，所以每一天快乐无比，啊，佛家讲法喜充满了，啊，他有体力了，种地，啊，一生他的工作就是农耕，啊，虽然出家了，他还是个农夫。啊，佛门里面，因为他不认识字，他一生没有看过经，也没有听过经。啊，这一句佛号帮助他，一天到晚都不离开。啊，时时刻刻心里头都念佛，口里头没有念，心里头念。这一句佛号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啊，给我们证明，西方极乐世界真有。他跟阿弥陀佛见面，我们相信，绝对没有少过10次，有的时间长，92年。他心想佛时，佛就现前。所以跟佛跟极乐世界非常亲切，告诉我们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他想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去啊。啊，跟阿弥陀佛修要求过好几次，佛没有带他去，告诉他你修得不错，希望你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做个好样子给别人看。所以他是奉命啊来表法的，就是做个好样子给人看。啊，时候到了，最后的表法就是这本书，得到最后表法，大概是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什么时候你碰到这本书，我就来接引你。啊，去年正月，有佛门的弟子带着这本书，就看他老人家，他老人家问，你们带着什么书啊？他们就告诉他，这个书叫《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参者》。他一听呢，非常欢喜，如获至宝，马上穿袍大衣，拿着这本书，要求别人给他照相。这是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过要求人给他照相。啊，一生这就这么一次。啊，照完相之后，第三天他就走了。啊，没有生病啊。走的这一天呢，白天还干一天活。
啊，在大菜园里面整地拔草浇水干了一天，晚上走路啊，有人告诉他了，你什么时候走给我们说，我们帮你作念。他笑着说，我不要作念，作念的是没把握啊，我自己走就行了，不需要做，真走了。啊，他的妈妈一生也是念佛的，老太太了不起，妈妈走的时候86岁，在老家。啊，他吩咐儿子女儿侄女亲人通通找来，自己下厨房包饺子啊，吃完饭之后他在椅子上盘腿一坐，告诉大家我走了，真走了，叫一句话他就走了。都不是凡人呐，啊，都是来给我们做榜样的。他妈妈是在家念佛人，他是出家念佛人，通通都来做榜样的，啊，一点病痛都没有。啊，而且在那个艰难岁月里头，他母亲死的时候非常困难啊，他只找几块薄板订了一个棺材，把他妈妈草草给埋葬了啊，他是孝子，常常啊放在心上，对不起母亲啊，过了8年环境好了啊，想给他母亲改葬，树碑改葬啊，把这个坟墓挖开，棺材打开，人没有了，他妈妈尸体不见，不晓得到哪去了啊，一直到现在没人知道他到哪去了，棺材里头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，人怎么走了的？那中国古时候有个例子，大魔祖师，他示现，啊，死了以后，大家给他埋起来，给他做了坟墓，啊，3-4个月之后。有一个人从新疆那边来，告诉大家他在那边看到大魔祖师。啊，一只脚穿草鞋，一只脚打赤脚，看到的，大家不相信，祖师的坟墓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你怎么会看到啊？啊！把坟墓打开，棺材打开看看，真的没有人了。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，证明他所看到的一点都不错。啊，大魔祖师穿了一只脚穿草鞋，一只脚没穿，草鞋在棺材里头。啊，过去祖师有这个例子。所以有人就想到，海贤老和尚的母亲是不是菩萨阿罗汉再来的，来表演给我们看的？啊，怎么没有了？啊，那么这些事情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我们再往下面看，真解又云：今真实者，佛之名号。啊，这个真实是佛的智慧，是真实的。佛的这句名号是真实的。善导所谓法藏音中所成真实，故言本愿真实啊。啊，善导大师，唐朝时候人，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日本、韩国，啊，南面的越南，到中国留学的学生很多，啊，都是出家人，啊，大多数都是善导的学生，跟智者大师的学生。这呢，学天台就是智者大师的学生，修净土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。啊，现在我们到这三个地方去，啊，寺庙里面都供奉祖师的塑像。啊，日本人对祖师非常重视，啊，供养祖师的殿堂。跟供佛的殿堂没有两样啊，而且造像，祖师的造像呢，像真人一样啊，佛像呢缩得很小啊，大概像我前面供的这样啊，在日本看到的是佛像都不大啊，祖师的像很大。啊，这个很有道理啊，提倡尊师重道。那么善导所说的法藏，法藏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。啊，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叫法藏比丘。啊，他在音中所称的真实。啊，我们今天都在音中。那么我们晓得法藏何以能成真实，就是他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。他心地清净平等。啊，清净没有染污，平等没有分别，啊，却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他所成就的真实，故言本愿真实。啊，本愿就是四十八愿。啊，法藏非常慈悲，他发了个大愿，想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。六道太苦了，想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。像老师，老师是世间自在王佛，请教有什么方法，他愿意学习。老师教他，你可以去访问诸佛菩萨，广学多闻。然后选择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美好的
你去看的喜欢的你就要，不好的你就不要。你的愿呢就能满足了。啊，他真干。用了多长时间？用了五劫。没有说小劫中劫，那就是大劫。这个时间是天文数字。成就了。啊，这个说明广学多闻在什么时候？自己证得根本智之后，自己根本智没有开显，你做不到啊！你没有能力见佛。根本智现前了，你念佛，佛就现前。你有能力到十方佛刹了去参学，成就你圆满的厚德智。啊，圆满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，一切众生你都有能力教导他，那本愿真实，这四十八愿是精华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出世教学49年，最精华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《无量寿经》里头所说的。法藏比丘48愿，啊，极乐世界就凭48愿建立的，啊，一切诸佛刹土的最精华的、最极庄严的极乐世界都有，啊，十方世界还有缺陷的，极乐世界找不到。那就开支呢，真实无愿，获之就是一句名号。这个无愿48愿里头，要是跟教行信证来对照啊，啊，教就是无量寿经。那无量寿经是教，行是第18愿，生念必生。啊，信是第17愿。诸佛称赞啊，啊，正是第12愿，定成正觉。啊，那么真途是光明无量，真佛是寿命无量，这是。真实无愿配教行信证真佛真土，应知之理，你就要晓得理。这个理是说什么？名号之大利呀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。啊，名号之大利，
其大力之所究竟，就是无上涅槃妙果。啊，就这一句名号完成，很难叫人相信。阿弥陀佛慈悲，海贤老和尚慈悲，阿弥陀佛等于说是命令海贤和尚在这个时代做榜样给我们看，让我们亲自看到他。啊，你看在《永思记》里头看他，他们的家庭环境贫穷，啊，父亲是种田的，务农的，兄弟姐妹五个人。你就像他父母多辛苦啊！有一年干旱，粮食没有收成，他的父亲讨饭啊，讨饭还养这么一大家啊，这个生活我们冷静去想一想，日子怎么过？啊，他很不幸，在临县讨饭的时候，遇到土匪，啊，抢劫一个村庄，放火把村庄烧掉，当人都逃掉了。啊，他看到的时候，挑水去救火。啊，这个时候有几个土匪返回来看看，看到他在救火，把他活活打死。啊，他到20岁，他是好像是老三，他上面有个哥哥，有个姐姐。生活太困难了，那么一家学佛，母亲劝他出家，他也喜欢，啊，这出家时生活不成问题了，啊，他从小跟父亲在一起种田，所以对于耕种的知识，啊，这些技术，他熟悉。出家之后还是耕种，啊，因为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啊，出家的师父看中他，看中的什么？这个人是可造之才，他的本性呢，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这三个条件不容易啊。有这三个条件，要遇到高人指点他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路匠，他的成就就是因为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老和尚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，锅炉家念了3年。啊，白天晚上就一句佛号，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念累了就休息，
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不分昼夜念了三年，欲知时至，站着往生，不容易啊！他走了，还站了三天，等待地仙老和尚替他办后事。啊，他在乡下农村一个小庙，破庙没人住的，一句佛号，佛号功德了，给我们做证明了。海贤是彻底作证。你看他20岁，就这一句佛号，学佛了，出家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一天到晚不间断，92年。别人念三年就成功了，92年的，92年的功夫还得了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在光碟里细心观察，会看出门道出来。大概他在20几岁的时候，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了。虽有寿命，可以不要。啊。求阿弥陀佛来接你，阿弥陀佛一定来，你条件去做。啊，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给他来通知，嘱咐他好好修，啊，做好样子给别人看。啊，得到功夫成片，再有4-5年的功夫，就能够提升到四义心不乱。证得四义心不乱，啊，再有4-5年功夫，可以证到离业心不乱。离业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海贤老和尚有没有得到？得到。我估计他在40左右离业心，30左右事业心。啊，他那个成就跟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那个境界是平等的，跟6祖慧能大彻大悟也是平等的。他要是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，可以做佛；要是生在唐朝跟慧能大师同时代的，他是一代祖师。啊，他生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社会战乱的时代，啊，经历2次世界大战，军阀割据，动乱不安的，一生过的清苦的日子，好在他农耕熟悉，啊，他出家，居然开荒开了。14片的黄地，总面积100多亩，种粮食，种果木树，种蔬菜，丰收啊！除了自己寺庙里面吃的之外，还有多余的救济贫苦，他没有卖钱。啊，哪个地方没有粮食缺乏的，他就送去。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。啊，手艺不错，人很勤快，
每个人都喜欢他，啊，做工非常认真。啊，帮别人建道场，建了11所道场，修桥补路，不计其数啊。他天天干这个，没有一天闲着的。啊，喜欢干活。啊，这个视线，在这个时代，许许多多人对学佛信心动摇，念佛求生净土提出了怀疑，他来给我们做证明，啊，告诉我们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现身说法，啊，最后的表法对我们修净土有大利益的。啊，夏莲居汇集这个本子，现在我们所用的，很多人反对。啊，他这些证明，就说明夏老汇集的是真经，没有错误。黄念老居士的注解是正确的。我们这个将近20年学习这个本子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，给我们作证的。我们对老和尚感恩的。啊，确确实实念佛往生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无上涅槃妙果。啊，这是一生决定成佛的法门。不容易遇到。啊，在我上一代的人，就没有机会闻到。为什么？这个汇集本的完成是第二次大战之后，啊，所以老一辈的一些老法师、老居士没见过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更晚。啊，我好像是85年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那时候他这个注解是稿本，还没定稿，油印印的，带了一套到美国去，我们见面，他把这个本子送给我，那我把他寄回台湾，印了10000册，啊，第一次印的，啊，现在我们读的这个注解，他又补充了一些，啊，比那个老本子好，老本子很值得纪念，所以要认识，认识净土宗。认识无量寿经，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那又真解曰，那真解是日本净宗祖师给无量寿经做的注解。啊，我这个地方是有一套真实之利益，对全家方便。啊，从比较上来看，你就晓得这个经是多么可贵。故以事法往小成，
小乘正二十法家，那是世间法。世间法跟小乘对比，小乘正十法家，那南传的佛教啊，泰国、缅甸、斯里兰卡这些地方都是属于小乘教啊，主要的是以巴利文所翻译经典。那么要以小乘跟全大乘来比较，全大乘正，小乘就变成假的了。那什么是全大乘？全是方便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是真实的。天台大师所判的藏通别圆，别教是全大乘，圆教是实大乘，真的大乘啊。别教所说的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这三十个位次都是全大乘，比小乘高啊。它不是真的大乘，为什么？真的大乘是明心见性，它虽然从小乘不断向上提升，还没有能见性啊，这叫全大乘。它跟小乘比呢，那全大乘是真，小乘是假。再以全大望十大啊，全大乘望十大乘，十大乘就是别教的实地，圆教的初住以上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，华严法华，这是实真实的大乘啊。那么十大真二全大假了，以华严法华等十大乘望弥陀十九愿，跟本经四十八愿第十九愿来比，这卦符里面讲十九指位移为月，康僧开的本子啊，这个位是三国时代以后曹魏翻的，这个本子翻得好，在中国流通很广啊。第十九愿的愿文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至心发愿，余生我国。那么十九愿真。二，华严法华假了。为什么是假？华严法华以往生为经，也，华严也是劝念佛往生的啊。华严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。法华经里面，龙女八岁成佛，这比较就知道了。为什么华严法华了是讲往生为经的利益了，但是没有听说过哪一个修这个经成功的。
不是没有，很少。近代来说呢，弘一大师他念佛往生，他是修华严，早晚扩诵啊是念普贤菩萨心愿品啊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，我们只看到这一个，其他的没听说啊。所以这个十九愿跟华严法华比，那华严法华是假的啊，这个第十九愿是真的啊。第十九愿就是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至心发愿，与生无国啊。华严法华以往生为经义啊，真实利益，但是不出第十九愿。以十九愿跟二十愿比呢，这通通用唯一的本子，闻我名号，系念我国，执众德本，至心回向，余生我国。二十愿跟十九愿一比，二十愿是真的，十九愿不如二十愿。那再以二十愿望十八愿，十八愿十念必生，那二十愿又比不上第十八愿。十八愿真中之真呢、啊？啊，这样比较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念这句佛号的功德真正不可思议。啊，今真实中的真实，圆顿中的圆顿。那我们要了解佛教，要认识佛教，佛教最精华的是什么啊？究竟利益是什么，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！脱离六道轮回是利究竟苦啊，利苦真正达到究竟圆满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得究竟乐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你会知道宗教里面所说的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创造宇宙的，每一个宗教都说的真神是他们的神，那到底这个宇宙是谁造的？实在讲是一个神。那为什么这么多宗教？我们能理解，两百年以前的科学技术是很幼稚的，没有现在这么方便，交通不方便，没有资讯啊，所以神慈悲啊，具有智慧慈悲怜悯苦难的人民呢、啊，苦难的众生呢、啊，啊，他的愿望希望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于是现身建立宗教，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，以
不一样的身份出现，这就是佛家讲的其机其理，理是一个啊，所用的方法必须要让这个地方的人欢喜，跟他地方的文化要能够接轨啊，他才能欢喜。所以我们仔细看每一个宗教的经典啊，最主要的部分完全相同，十之七八是相同，不同的是十之二三的那一部分，那一部分就是文化不同啊，生活方式不同。这个在佛法讲的时候，机缘不一样啊，那不关紧要，重要地方决定相同。你想着伦常啊，伦常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、神圣的教育，这四个部分可以说是完全相同。那所以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宗教是一家，确实是一个神啊。现在高级宗教常常讲的神没有形象，神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他们概念上讲神。那么这种说法在佛经上有，佛经就是毗卢遮那佛，毗卢遮那是梵语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遍一切处，就是他无时不在，他无处不在，他不是物质现象，他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但是他遇到缘能现物质现象，能现自然现象，能现精神现象啊，他不现的时候没有，但是他存在，他不是不在啊，你看不到，你想不到，你摸不到它啊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是依它建立，这佛教说的啊，那是造物主啊啊，许多宗教说法逐渐都接近啊，这是一桩好事情啊。什么时候宗教变成一家人？宗教里面所说的伦理，伦理是关系，人跟人的关系，人跟万物的关系，人跟神圣的关系，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了，不再迷惑了，慈悲心一定生出来了啊。慈悲是什么？慈悲是真正的爱，智慧的爱，这个爱建立在智慧上，不是建立在感情上啊，感情是迷人啊，智慧是觉悟啊，啊，那就变成完全是神的爱心，神圣的爱心，它没有分别，它没有执着啊，这个世界冲突、战争、人祸永远的消失掉了，不再有了啊，人为的灾难没有了，
自然灾难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自然灾害也是从负面不善的念头所发生的。人人起心动念都是正念，都是善念，都是净念，没有负面。所以人身体清净平等觉悟，必然是健康长寿，家庭幸福，社会祥和，世界太平了，这一定的道理。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第二十愿说得好，闻我名号，系列我故。我们修净土的人像什么？像极乐世界，像阿弥陀佛。能这样想，就是知中得本。我们常说积功累德了，念佛就是积功累德，想极乐世界，想天堂，是积功累德了。至心就是真心，真诚到基础，回向我们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想往生到天堂。对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丝毫贪念，完全放下，余生我国。那么十八愿那是究竟的，给我们讲的生念必生。所以第十八愿真中之真，真实当中的真实，圆顿当中的圆顿。下面这一段书，夫圆顿之极，莫过于华严与法华。这是圆顿大经讲到基础。那么跟无量寿经一比，把它贬为全，贬为假。而独占本经的一称圆海，六字洪名，为圆中之圆，顿中之顿，真中之真者，何也？为什么？何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把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一称名号称它为圆中之圆？圆是圆满，圆跟顿，大乘里面赞叹华严法华的圆教、顿教。现在跟净宗一比，无量寿经比，把他们比下去了。何也？这什么缘故？真解给我们解答，真有利益论。我们以什么标准？以利益。哪一种法门对我最有利益的？那就是真。法门再好，我做不到，我得不到利益，那对于我就是假的。不是就经论，是
跟我的利益，我们从这上来论的。法华跟华严，我们依照他的理论跟方法，一生不能成就。它太难了，难在哪里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，它要断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我们试试看，我们眼见色、耳闻声，能不起心动念吗？能不分别吗？能不执着？啊，只要有起心动念，你就不是佛；有分别执着，你就不是菩萨。你是六道凡夫，你要生生世世在这个里头搞六道轮回，你出不来呀。放下执着，真的不执着了，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。六道外面还有十法界，六道超越了，十法界不能超越。啊，必须得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。超越十法界，这升天堂。真能升极乐世界啊！那么这个法门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不要断烦恼。这个法门叫待业往生啊！我们应当把烦恼尽量减低啊，不断没有关系，可以往生。完全靠的是什么？阿弥陀佛第十八愿。我们造作的罪业不怕，这经上讲的很好。啊，你造作无逆十恶、堕无间地狱的罪业。你临命终时念佛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还是会来接引你，这个利益太大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。其他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待业往生的啊，通通教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，提升自己境界，不断向上提升，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，这个法门一生成就。弥陀经上告诉我们的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到若七日，有没有这个例子？有。宋朝时候，迎科法师三天啊，他是一个不守清规的出家人，破戒犯斋的出家人，啊，他能够有成就，是他有一点善根。这善根说，他相信因果报应，啊，所以想到自己这种行为，啊，将来死后决定是堕地狱，那想到地狱他就害怕，啊，所以向同参道友请教。有没有方法能帮助我离开地狱？
多地，啊，就有同学送了一本《往生传》给他看，他手捧着《往生传》，每看到一个人，都流泪，是感动的流泪。看完之后，下定决心，把自己疗房的门关起来。那一声佛号念到底，不眠不休，啊，不吃不喝，拼命了，念了三天三夜，真诚心的感动了阿弥陀佛，佛来了，啊，告诉他，你还有10年的阳寿。那10年之后，我来接引。啊，他突然聪明了，难得了遇到阿弥陀佛了，向阿弥陀佛哀求，我10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。这个心非常恳切，我还有10年寿命，我再活10年，我控制不了自己，我会造很多罪业，恐怕去不了了。啊，所以寿命不要了，佛就答应他了。啊，跟他约定，3天之后我来接引。哦，欢喜得不得了。那为什么佛不当时带着走？隔3天，3天他度很多人啊，这么一个恶人呢，不是善人呢啊！你看造那么多恶事，念了3天3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，他就能生极乐世界，多难得了。那所以他把房门打开，跟大家宣布：啊，我见到阿弥陀佛了！啊，3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我。说的话不像是骗人的，大家听了半信半疑，在寺庙里的人都瞧不起他。好在3天不太长。我们大家看着你，你3天往生不往生，你是真的是假的？那么到第3天，他要求大众念佛了，送他啊，念佛送行啊，果然如佛所约好的时间，大家齐腔给他念佛，念了一刻钟。古时候的一刻，大概是我们现在半个小时。啊，他就告诉大家：“阿弥陀佛来了，我跟他走了，跟大家告辞，谢谢大家念佛送他。”说完真走了。那么这一桩事情就被记载在往生传里头，净土圣贤录里头都记载这一段事情。你去想想看，当时寺庙这些 大众亲眼看见，不再怀疑了，他能不念佛吗？1000多年到今天，我们听到这个故事都受感动，我们相信这个不是假的。古人写书非常谨慎，不是真的东西不会给你传下去。
肯定是真的。古往今来啊，这些真正的例子，我们看到了，听到了，还有一些亲身接触到了，信心十足啊！啊，再看到黄念老居士的注解《引经据典》，他这个注解是基注，里面引用的经典83种。祖师大德的著述110种，啊，总共引用了193种典籍，啊，怎么会是骗人的？啊，他把它编成这一部注解，啊，基础。这是真实智慧，如果是他自己注解的，别人未必相信。啊，你看这个地方讲的，真解说的，华严说的，法华说的，啊，六要上说的，你不能不相信。我们再接着看，真解答曰：经就利益论，比假此真。啊，比假是指法华、华严。那为什么呢？真实利益我得不到，这部经上真实利益我马上可以得到。啊，对我来说。我的根性啊，我认为对我真有利益的，这是真的啊。法华华严说得很好，我做不到，我这一生依他修行不能成就啊，我必须要把它放弃。这个话很重要啊。何故？彼说俗即成佛道，不见俗即成佛人，故自成别时意趣。啊，法华华严一生成佛，没有看到人修成功。啊，念佛往生，我们看到的很多，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，太简单，只要相信，不怀疑。啊，只要真正发心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决定来接你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这个我们相信。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真的往生了啊，所以法体非别时异也，人即列故。我们不是钝根，不是利根，我们的根性很烈啊。但是这一部经很管用，再差的根性都行。下面说了，坚信不疑者，这最重要的一条线。你真正相信，不怀疑。十个人念，十个人往生，往生就不会退转，一直到无上菩提。这个至菩提故，菩提就是成佛。
达到最高境界。啊，出生处啊，就是菩提，这就太难太难了。在世灭后啊，但此一法了。这个在世啊，就是在这个世间的。佛灭以后，只有这一法，一切凡圣行无别故。啊，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地狱众生，这一法全都度了了。所以，利益真者，莫过失。没有能跟他相比了，这一法是真实利益了，千万不能错过啊！这个意思是，这一段的意思，念老给我们解释：若论法体，诸经从体上说，那都是真实，没有假的。可是我们现前论利益，我们不从法体上说，我们从我们能得到的利益，从这上说呢，那其他一切经都是假的，唯有这一部经，唯有第十八愿是真实的，真中之真。为什么？我们能得利益。下面说何以故？因法华等，就是法华、华严，虽设有俗集成佛之道，这个道就是讲成佛的道理，成佛的方法。都在这个字上，但不见得依法修行当时成佛之人没看过。那弘一大师依华严经，他每天早晚课是普贤菩萨行愿品，那行愿品他念得很熟，能够背诵，但是还是一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华严最后帮助众生一生成就的已然是无量寿经第十八愿。啊，要不依这个法门的话，没有听说当时成佛。啊，故仅成为别时，别时就以后，不是现在。啊，成佛之因呢、啊，种的善因，就法体论呢，本不须代之别时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道理在此地啊。你本来是佛，所以你现前成佛不稀奇。像《法华经》上龙女，龙是出生道，八岁是小女孩，啊，念佛往生净土，往生极乐世界就不退成佛，啊，不稀奇。为什么？本来是佛。
我们既然造极重的罪业，第十八愿后面虽然讲生念必生，啊，也提到无逆受回报佛法，啊，这两种重罪不能忘生，啊，这个后头我们会读到有详细的论述，啊，古德所以看到这个经文就说到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这种重罪不能往生。但是善导大师的主张说这两句话，佛说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是极重的罪，希望大家不要造，意思在此地。如果真造了呢，真造了念佛阿弥陀佛还是来接引的，啊，善导大师说这个说法才真正是阿弥陀佛的意思，阿弥陀佛度众生一个人都不舍，啊，极重罪业只要到极乐世界你再没有犯罪的机会了，你想犯罪极乐世界没有缘分没机会啊，所以善导讲得好啊，啊，造极重罪业过去造的现在以后不再造了就能往生，啊，如果到临死还造极重罪业那当然不能往生，讲法讲得太好啊，所以唯有净宗一尘远海六字洪明十即十生，十个人修十个人生，万修万去故身于今，且一个第一往生必证菩提，就是决定成佛，第二呢法灭唯此经都是，将来佛法会灭掉，佛法通通都灭掉，无量寿经还住世，啊，释迦佛法九千年之后，啊，世界上生的经只有无量寿经，其他没有了。第三，凡圣念佛其等。苏超说得好，其诸佛于片也，故云真实之力无过于此法者，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把它记住啊，真正不可思议的法门，啊，佛法有灭第一天，释迦牟尼佛的法云一万两千年，啊，以中国祖师大德的说法，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三千零四十一年，是我们中国古人记载三千年一万两千年已经过了三千零四十一年，这千年啊，后面还有九千年，这九千年九千年之后经论在这个世间
消失了，还留五两手金。一百年之后，无量寿经也没有了。阿弥陀佛的佛号再留一百年，到那个时候，就凭这一句佛号，就能往生。弥陀慈悲到极处啊！我们要感恩呐！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一切众生的国土，一切佛菩萨的净土，你通通都能去。你想到哪里去，哪个地方都欢迎你。啊，无比殊胜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